缺公鸡猪？哦，不，不用公鸡猪，一波七就可以了。公鸡猪很少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 ，K， 哦。你要硬放，我放了进去啊！随机是你要硬放，我放了进去啊！我真的放了进去。哦，手转七 combo 完全没天降，我来干的，好啊哈啊！啊，那是靠机会啦，比较有点机会，比较啦。看是哎、欸，靠！你他那边超会缺的啦。超会缺猪的，还可以再撑一下。我真是佩服他，真的超会缺猪的。阿里罗。看来我这波这队已经玩尽极限了、欸，可以洗技能，对，是可以洗的，只是他那個。哎、欸，附加消除啊，蛮气人哦，气的带来就消除啊，也哭哭啊。这个我看一下，两回合，两回合，基本上我可以直接打了，没什么差。我、哦、要跳出来 ，CD 是重新再来的、哦，所以不影响。我想一下，下一关是越战越强，干，我怕嘞。我个人觉得，全民力量要开吗？排一波开龙科、哦，没有，我没有开。这边等他附加消除先弄掉再说。
越战越强，应该这是金才对。重点它是 CD1 哎、欸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我想摸一下。哦，因为它一开始伤害低，所以你把光珠消掉没关系。等我一下，把光珠消掉。哎、欸，哦，不要消磁牌，我知道你也想消磁牌，不要消磁牌，消磁牌你就会进去了。5000多哦，哦，大概是用这样的技巧去洗吸你的技能。这个哦，哎，不要自寻死路哈，有没有跳起来了哈、哦。因为我这次会转暗珠，所以我不打算。我这次也是用玉蝶的方式，玉蝶，玉蝶。这样消了，没有消好哈、哦，6000多，还可以再一波。刚刚好哦，来全面能量，开一只，打一下200多，应该没问题，应该没问题。嘿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锵锵锵锵锵锵！50减伤啊，防御力非常非常非常高啊。基本上，我建议各位就是排一波哈，排一波。嗨，好、哦，快点哈，破防哈、哦，因为我们有这一只啊，哎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啊，下来一个蝶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下来一个蝶珠哦，没问题啦，63万，灌过去啊。随机扶持转火，攻后横直长轮转火，又路径燃烧，哇靠！这个路径燃烧在滔天啊！我思考一下，开该波路呢？两回合天雷战场可以先开。哦，这一波不用担心他打你，不用担心他打你，好吧？592万而已，哦，不要担心，给我一波七，啊，这样叫一波七了，哎，对，这样就叫一波七，来吧，不要怕他打你，真的，一波七刷过来，谢谢，给他念念看看什么叫做一波七刷到他刷到深处无怨尤，一下是1000，我们可以给他烧18下。哦，缺攻击珠哦，不，不用攻击珠，一波七就可以了。龙科脉动，攻击珠很少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看到攻击出没有？好了好了好了 ，K， 哦，攻击猪可以吃吗？不可以吃，可以杀了。谢谢各位波奇，刷到深处无缘由，漂亮，漂亮。左下角，怎么做啊？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